闪动发力，哎，真是啊！你问的好啊，闪动发力。来，我告诉你们什么是闪动发力。我顺便试这俩拍拿闪动发力杀球是什么效果？哎，我自己没试啊，我也想试一下哈。先说一下什么叫闪动发力。闪动发力是我们要用到什么？要用到全身爆发力传导。就我可以侧身的幅度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我一定要用到我周身的什么爆发力。当我动作大了，爆发力会小吗？一定会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寸拳就不是这样打了。小就代表着爆发力强，而爆发力我全身都用爆发力催动，手上去打一个大臂带动小臂的动作，我可以用，我人可以用半侧身。因为什么？你全侧身转的就有点多了，转的多爆发力就小。你看我在打比赛中其实这样，这样发力就已经很合适了，基本身体45度朝前，对不对？转过来，这就很合适，这就叫属于叫闪动法。这是点杀吗？绝不是。李子嘉那点杀吗？什么点杀？一点杀380公里那么重。什么叫点杀？点杀是你脱离腰腹带动，以手臂小臂带动手腕手指可以独立完成的动作叫点杀。这叫点杀。这是闪动法，这不是点杀哦。我天，好慢呐、啊！又是亚石龙，又是亚石龙吗？真的，你这真没法说，不是我。我天，这怎么走？我天，哇哦！你看到没有？战绩八千，就是他有重杀的同时，他还带一盘闪杀。你看我就愿意。这个我得活动一下，兄弟们。等，我先挥两下，大哥，你别激动。来，有点狠，说实话，打上感觉有点狠。哇哦！哎，是有点不一样，是，就你们屏幕前面我不知道，但我你们知道这个屏幕现场的人都在点头，是不是？确实不一样，庆功巅峰，雅气吧？我天，你看他过都过不去。哇塞，这头好沉啊，压没压住我的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他赢了。那我选一下的话，让我杀球的话，比如说今天我就只杀球，那我就选雷霆100了。要打比赛的话，还是得战绩啊，兄弟们。这玩意儿不，我确实能力有限，但是他杀球确实狠，这杀球确实狠，你们考虑清楚啊。但是我买的是这个李宁公司给我寄过来这只，我上秤称了嘛，我给你们解释过了，它是3U，它是4U里边重两克的那种，它是正负两克，那个正两克它本来就偏沉的4U里面，它不是那个负两克，负两克我觉得我可以再试试，等过两天我再给它邮过来一只负两克的，我再试一下给大家，行吧？这正两克的反正我现在是感觉驾驭它是有点压力，也可能我太瘦了没劲儿了。